当对方来拉你的手啊，用两个手来拉你手，应该怎么去解脱？做个慢动作的示范动作。当他拉你的手的时候啊，这样子，手往上面啊，往上面走了，用这个手去往这边拧，拧过的时候用这个脚啊，脚去上去踩他的手。快撑起来啊！大家好，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活拳开我们两胯通我们大腿内侧肝经肾经脾经的一个动作。我们手可以扶着后面的凳子上，然后双脚放平做成一字形，然后身体站直，膝盖站直，这样后背挺直，我们坚持3分钟，我们的腿上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